谢谢爸爸送的红包。现在的正中，因为突然有虫。嗨，大家，下礼拜是礼拜一播吗？蚊子来，大吉，走开，你走开。开出去啊！是吗？他还停在法拉利上吗？不会吧，不要吧。整天都关在房间里，不要这样拖会坏掉的，不行，用捕蚊灯砸蚊子，不是，是用捕蚊灯捕蚊子。你跟捕蚊灯同个颜色，对啊，我跟他追死口的，蚊子君锁定鼻子，不可以，我不会叮过嘴巴，然后我嘴巴就肿得超丑的。Hello 大家，一开播就遇到事故。他一定是嫉妒我有晚餐可以吃，对，我现在来吃晚餐，就是铁板烧，还有玫瑰盐，听说好像是牛排，你只要撑过明天下午场就好，对、啊，不是啦，撑过明天下午场也不可以，也不可以被叮，好不好？那个被叮一下是很可怕的，好不好？等一下我要拿提取，很脏脏。我把捕蚊灯摆在我旁边，这样他来叮我，就先被他打死。蚊子也要吃晚餐，不要，蚊子不要吃，这是我的。他怎么可以吃晚餐？这是我要吃的晚餐。耳朵，
今天的目标是准时下播，如果来不及画图就下次再说。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睡饱。刚突然变小朋友，对啊，我刚突然变小朋友，太可怕了，吓死我了。我真的是被那只蚊子吓到，不行，我真的很怕虫。他吃你吃晚餐，他当你吃晚餐，可以不要吗？等蚊子找你被叮，直接拍下去，不要，要早点睡啊！明天集合感觉很早，我也觉得今天要早点睡。我等一下还要敷面膜，我现在吃完饭之后，然后要去洗手，然后要来擦乳液，然后擦乳液之后，然后要来整理包包。然后为什么它湿湿的？然后要整理包包，你整理完包包之后，就等下播。然后下播之后要干嘛？下播之后干嘛？下播之后要卸妆，然后洗脸，然后敷面膜，再睡觉。我很 busy 的。谢谢大家送的礼物，对不起，我今天好累，我没有办法念。礼物好累哦，阿潘问一下下礼拜是礼拜一开播吗？我有点忘记了，应该是吧，最近应该都是礼拜一开播，如果没什么事的话。对啦，应该是礼拜一开播没错。我跟你们说哦，我现在不是开学了吗？然后我误打误撞选到了法文课，我要教你们那个冠状病毒的法文要怎么念，就是它不是 coronavirus 不是吗？然后念成法文的话，它就变，我清一下嗓，它变成 coronavirus， 我不会那个喉音啦，那个很难的，那个virus。那很难嘞，老师念给我们听的，我学不会。我不会法文，我才上第一堂而已。我只念 A B C D。很难嘞，法文。我连那个 A B C D 到就 A 到 Z 我都记不起来，他念得很厉害，他是A B C D， 你是我认为的聪明王候选人呢，真的吗？谢谢卡丘，这是什么主菜便当？这是牛排，那边在哪里？什么？另国的的，不会念啦！我才学第一天，不可以这样。我记得我前两天自己去 YouTube 上面找，然后他说就是法文常用的几个词，然后他就念出来，然后我听到一个阿雷，我笑很久，怎么不是选日文？因为我们学校的日文课，就我们学校没有，就是没有日文系，然后我们学校的日文课就都还蛮也不是说简单，就是适合用于就是最多考到 N3， 可是我 N3 已经过，我现在要考 N2 的话，我们学校是没有，就是没有适用程度的课程这样。我唯一会的法文 Bonjour， 我不会那个 Bonjour， 它要有一个那个大概是皮卡弹才有办法做到。阿雷是什么意思？我也忘了，但我记得有一个阿雷超好笑，我笑超久。不是吧？哦，吓死我！我以为我脚抽筋，吓死我了。
放什么都好，听点歌。谢谢大家送的礼物，我好多星之冠，我现在2000多星梦银子了，就是集到4000就可以换特效，所以大家就是请大家帮我收集星之冠，麻烦大家了。然后主播在吃饭。我今天是三岁盘，没有力气，我还想趴着吃饭呢，我不可以，肚子不够大，等不及明天见你，我也等不及明天见你们了，因为今天好累，我想睡觉。那你下次开播就是要算星之冠的时间哦。白人好厉害，冠人为什么明天不能来？ Hello 景庸Lucky， 明天见，期待明天的迷你空。秀哲会来吗？哦，你来看雨露大地是不是？有新的周边，感觉很香，很香哦，要买哦，要买写真书哦。虽然阿潘拍摄那天水肿，可是还是很可爱哦，要买哦。写真书美美哦。这么晚了你还吃便当，这样不会我今天几乎没有喝水，我今天又忘记买水了，然后我跟布丁都忘记买水，然后我们就一直跟雨露借水，然后他就说是不是叫嘉玉的都不带水。那个水瓶呢？我就是有水瓶也会忘记带的人啊，你没看我这现在旁边有一个家庭号的水，但我还是会忘记带水。可怕的巧合，什么东西这么脆？我在吃高丽菜，不对，刚刚吃下去是，刚吞下去是豆芽菜，我要来吃主菜了。我期待很久的主菜，没办法，肚子饿还是要吃东西，不然会很累。给你们看，这是我的牛排，牛排，牛排不在，还好，吓死我了。我就健忘。牛排蛮好的，还有给玫瑰盐呢，加一点点。我都会带水瓶，我都不会带水瓶。布丁说他也不会记得带水瓶。No no no， 耶耶 ，No no no， 耶耶。哎，我会唱了，我快要被他洗脑，我真是被他洗脑了。而且刚好两个嘉玉都在 C 组哎，哎，你们做，你看现在做嘉玉扇，一扇两用，多么划算！吓死我，我刚差点把整包都抖下去了，真是太可怕，吓死我了。还有蒜片呢，感觉就超高级。我要在饭上面也撒玫瑰盐，我超喜欢吃玫瑰盐。水肿就肿啊，跳到不肿就好了，不会流汗就不会肿了啦。我扇子只印海了，还没贴，一扇两用。
不是这样说的吗？不是，上次用那个灯切粉红色，什么用那个灯切粉红色？什么灯？什么？反正 MV 都肿了 ，mini c o 没擦。对啊 ，MV 就肿成那样，就刚好生理期啊，真的是运气很不好，很水逆耶。韩字牌也是两用，而且你两场还都有韩呢。哦，有花束，第一场结束可以爆摔一波。对啊，我要爆摔一波。还是谁加工？赶快做个种，没礼貌，什么种？做什么种？种种种。哎，我现在是那个什么？下面有个什么白色蜜恋呢？哦，这是什么很厉害的东西？白色蜜恋是什么？这个又是什么？有一个神奇的东西，这是什么？当前讲师谢哈娜送的告白气球，小票。哎，谢谢大家送的礼物，谢谢季风亮送的巧克力跟Apple 送的小狗娃娃，我见那个不知道是什么。当前奖池剩余19337，怎么我一个字都看不懂？我一个字都看不懂。那那个白色蜜恋呢？我现在是第49名，阿潘来玩个有趣的礼物，好啊！你要玩什么？比我的牛排便当还有趣吗？呜，汪汪，玩具，耶耶！呜，超可爱，我喜欢，超可爱，要求可爱，好可爱哦！我喜欢，为什么笑死？我觉得很可爱哦，可我没中彩彩，哼，我想要彩彩。这个是不是很贵？这种的是不是都很贵？什么展盘？安排你来握手，握手。Hello 雅哥 ，Hello 是 K，Hello 杨哥，谢谢小猪送的巧克力，谢谢朱莲送的桃花和果子，什么难抽？它是转盘哦。朱莉安会来吗？这牛排好吃哦，而且饭不会很多，不会很难吃完呢，开心。哎，别喝呀！不然你们去敲碗家开啊。
我们去敲完那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这个幸运转盘？我也可以转吗？我也可以转吗？我按了点击开始。不想啊，还没有开始啊。点击开始，点击开始，点击开始，它没有开始啊，奇怪。玩法介绍。什么每购买一个事业槽，这是什么？你的转盘坏了，哦，那个要有券呢，要送幸运槽。我好像看见蚊子，我还当作没看见，不然我吃饭会很痛苦。转一次要66浪花，是哦，被我按坏掉了，哪是？伤口，你要先喊一声，噼里卡噼里啦啦贝贝鲁多，你打错了，是波波琳娜贝贝鲁多。其实喊对你可能就抽到火箭，一定是你喊错了，所以才抽不到。我中猛犬旁边的鲜花，字数不够了，怎么是兔场的妙味？谁叫你念错？还想骗我？还想骗哪？封印解除，它还有蒜片耶，超好吃的，超好吃哦！我今天要专心吃饭。阿潘好像在这个时间吃饭，没有啊，今天而已，就是今天比较晚到家。是塞塞，塞塞明天会来吗？不对，明天没有节。我们组也没有早出晚归，所以你是不是不会来看我了？塞塞，塞塞，塞。彩彩生日快乐！彩彩生日快乐！咬完啦，咬完了啦！妈妈说要咬30下才可以吞下去哦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彩彩生日快乐，彩彩生日快乐！
尖刀，你就小，你小孩子吗？我小孩子，我就小孩。谢谢塞塞送你的星座打扣加八八八，我只有今天叫他塞塞，他不会生气是不是？嘴巴不会酸吗？不会。明天一起笑嘻嘻，嘻嘻会来 C 组的。塞塞，我刚刚是问你说，我们组也没有找出晚归，然后也没有，那个林姐，所以你是不会来看 C 组，对不对？见到你就笑，帮你唱生日快乐打 call， 笑嘻嘻，笑嘻嘻，哇哈哈，没事没事。阿潘今天有点没点，谢谢峰峰送我鲜花。阿潘边吃晚餐边练咀嚼肌，知不知道？我偶尔还会边做伏地挺身，我开玩笑的，不要理我。我们握手会见，不，你真的不会来看我们。所以西西只去看 B 组、啊。西西新的主题曲是什么？什么捧着他的照片，边伏地挺身边吃饭也太硬。不要帮忙拿花，你们很糟糕哎。见面笑嘻嘻，什么是见面笑嘻嘻？西西很喜欢见面笑嘻嘻。什么啊？哪个？那不是这个女关键字。Hello， 女王。握手会见，抱歉没抢到票。想看西西。你专心吃饭，好吧？会找到什么呢？那就是我找到的、啊，我有找到哎、欸，我找到哎、欸，山竹蜜汁这个吗？我找到是 cover 版哎、欸，是这个是什么？是这个吗？我就打见面笑嘻嘻就有了。见面就笑嘻嘻，哈哈，哈哈，哎，好适合海蜜蜂哎、欸，很适合哎、欸，很适合嘻嘻啊，西雷本就，哎，嘻嘻，你知道我在学法文，你怎么知道我在学法文？什么？天天你要朝圣什么？全班称赞。我觉得这首很适合西西啊，西西就是会，就是他会边听边骂国骂的那种感觉。天天喜欢笑西西这首，我觉得很好笑啊。昨天一直唱，天天会唱，天天要变成 K 歌之王了吗？诡异，为什么俏皮又诡异？好奇怪！不要太靠近 ，no no no， 不要太靠近，嘻嘻 ，no no no， 恰恰恰，
国骂的部分是怎样？你不是吗？被城市耽误的歌手，什么天天唱歌很好听，是不是？有这个传说是不是？传说中天天唱歌很好听，我知道，一定是这样。根本主题曲真的哎、欸，很适合你啊，嘻嘻。还是你要 G4 了？我知道，嘻嘻不知道 G4。嘻嘻的国骂有什么手势动作？他手上拿扇子，怎么有办法做手势？那不是都这样拿扇子吗？走到飞 ，Hello， 阿潘要不要唱前几句？我不会唱了，怎么办？恰恰恰，我只会恰恰恰。我们开头见哦，周同学，是不是因为我平常没来给你唱，你见一次最好最满？没有，现在是，你看阿潘是三岁模式，你要包容三岁的小朋友。各位，我们开头见，怎么唱啊？怎么唱？不是，天天要先起个 key 啊，天天先起个 key 啊。牛排来了，我在吃牛排。见面就笑嘻嘻，我学一下，我要学，我要认真学。以后看到嘻嘻来，他握手后我就 Amy only you Amy， 见面就笑嘻嘻。就这么神奇，我为什么会唱了？哎、欸，可以吧？我不错，我记得了，我很棒。你继续笑，我先回去。哎、啊，不会吧？现在林哎、欸，对，林杰是不是还在开？哎、啊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哎、欸，好洗脑哦！我们哎、欸，我之前那个滑板鞋还在脑袋里面，还在摩擦，我脑袋里面还有那个摩擦的节奏。然后我一天突然在。就是练习室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讲摩擦，然后结果我就说我最近很喜欢滑板鞋，然后七七就唱了华晨宇的版本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可是我喜欢的是原版的。那我不去找同学了，怎么找同学？潘潘先讲一次笑话，好啊，告诉你一个笑话，保你听了笑嘻嘻。对不起，阿潘真的冷，我真的会讲冷笑话，我都脑袋里面充满了冷笑话。
的那个追镜头超好笑，他就一直拍，我不要拍，我原本想滑出镜头，然后就结束这个尴尬的画面，他竟然泼上去了。嗯嗯嗯，这边是捡枪大会，那真的好笑。我还有什么笑话？哎 ，Meganet 那个也是我想的，真的很好笑哦。好笑，你们没有看懂吗？这样一直退后，因为我要碰他，然后就会退后。嗯，我再一直碰他，然后他就退后。为什么？因为 magnet 同性相斥，懂不懂？哦，四天那个赞，香吧，香吧。我放个 magnet， 不然我再放下去，等下西西要爆炸。西西有一个爆气。我觉得很好笑啊，同性相斥 ，Meganet 超赞，是吧？哎，其实蛮多人猜到的啊，只是你们猜不到我，我就是我跟人家一起跳，对不对 ？Hello， 剑骨，晚上好，百合大好，我就知道百合香。就知道你们喜欢看百合香香香，越来越期待明天 MC 的耶、不是雨喵就是雨露，对吧？很好猜，对不对？嘻嘻爆炸变什么？火冒三丈。我本来想会不会是跟雨苗，我原本也有想找雨苗，可是我想说这是 CP 曲，怎么样就是要找我自己的 CP 呀、啊，当然是要找 CP 呀、啊。保全周明天没有上班，你们有去看生日会影片了吗？超好笑，他有去跳诊所吗？没有哦，我从一个低配台回来另一个低配台了。嗨，所以新衣很高配吗？没事，我今天捡到枪。OK， 好奇，我刚回过了，我们没有跳诊所，就是只有跳后面那一段。然后，应该就是会一直找人合作吧。至于下次是找谁，敬请期待。看过了，还设成头贴了，香香香。看到潘兰朵的部分，潘兰朵很香吧？会低配，快开口就要睡着了。跳的超棒，谢谢。敲碗不给你看。人是怎么回事？
妈你说 cry。香怎么今天不在？想看啦，时间到了就会上传喽。我们还没练习，这样的合作企划还会有好几次。目前已经预定了不少成员，哼哼。Hello John，Hello 国树 ，Hello 勋，晚上好。时间到了就会出现在 IG 上，下一次的 coming soon 排成很多，没错，我都排好了。敬请期待，等你浪遍全团，那可能要一段时间。香困在路上了，那立那个他叫立伟是吗？他的朋友，请问语录道歉影片录好了吗？什么语录道歉影片？那你。出去闹闹，跟老婆道歉。对啊，三餐都吃火锅，你问我为什么？我怎么会知道呢？可能请吃饭的钱都没有了。还有，波妈波妈贝，贝蒂，娜娜呢？耶耶，娜娜呢？耶耶。火锅店，火锅店，怎么又是你 ？Hello， 家树，最喜欢这段，最讨厌这段了，我手很酸呢、欸，手很酸呢、欸，你们知道以前打 PSP 那个感觉吗？真是，不能。怎么突然在听初音的消失？因为刚刚在听 Magnet， 然后我就想说今天来放一下初音的歌好，一时兴起，嗯。之前就是说跟家，就是我之前不是一直卖关子，说我跟成员出去，然后为了影片做准备，就是跟家里，然后我们去外面练舞，然后就是发现我们两个学的版本不一样，就是我们一样是学同一支舞，可是因为每个人的舞风不一样，所以我们两个其实一开始跳超不一样，然后最后就一直雕，一直雕，一直雕。拍摄当天也是很水逆，拍摄当天超水逆，就是我们原本找好，就是应该说我找好，就是我想要去树林的那个废墟拍，就是树林有一个废墟还蛮有名的，就是很漂亮，然后我以前高中也有在那边拍过一些作品，然后就是我就跟他讲到那边很适合，结果我们就去，然后网络上面也没有写任何关闭的消息，然后去看，结果听说就听那边管理员说好像一两个月前刚好拆掉了，然后就超崩溃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只好又各种坐车，然后到就是又到老地方，又到了老地方，然后找景拍摄，超水逆。罗密欧与贤杜瑞拉不行，那个太那个有点这个太古，我鬼人有否看过？真的假的？也因为这种原因讨厌。哈勃大舞厅，对啊，老地方。然后就是只好要去老地方拍摄，然后就是
拍摄过程就是在抢时间，因为我们原本约中午左右，就是下午一点左右，然后去树林，然后去树林就是卫国嘛，所以到了台北其实就已经三点左右，就是真的很来不及，就是一直在抢时间，一直在跟太阳拼，就是他先下山还是我们先拍好，然后周围又都很多人，怕太阳下山，对啊。那个会很烫吗？夜兰，你去查那个《罗密欧与圣杜瑞拉》的歌词，超很烫的。嘉勋，他的尾鱼，看旁边色调，你们输了。嗯，其实还好，因为正片其实没有很暗，是我故意把色调调成那样的。就是它原本是有一点点雨，就是有一点点夕阳这样，就是大概四五点那时候的那个夕阳的光。然后其实整体画面不会很暗，然后是我自己后来把色调调成那样，就是。我真的不是说我剪辑弄了很久，因为就是过拍摄过程当中，因为脚架的，就是脚架没有完全水平，就是没有调好，所以就变成说我回家之后发现每一段录的影片那个角度都不太一样，所以我就只能回家，然后。就是一个影片修，一个影片去修那个角度，然后去微调 0.1 啊 0.2 度这样慢慢调，然后调到每一个都差不多之后，然后再绘出。然后因为我本身没有买 Adobe， 就是我本身没有买 Adobe， 就是只能用那个就是跟朋友借的。大学网页系统里面会有 Adobe， 免费 Adobe 可以用，所以我就跟他借了他的账号，然后去用，去一个一个修。就后来发现，因为电脑相容性不够，所以那个影片跑不太出来，然后我就只能就是每绘出一次，然后就丢到云端上面，然后再用手机下载下来看，就是还蛮那个。就是还蛮头痛的，而且每一支影片的那个光影色彩都差很多，所以就每一支影片都要去做微调。然后因为那个剪辑软体我还不熟，然后全英文，所以我摸也摸了一段时间，就跟以往碰的剪辑软体都不一样，就是还蛮搞纲的啦。然后弄了一整天这样，而且还有绘出的时候品质啊。绘出的时候，影片的画质啊，然后一些要做微调的东西，就是那些东西都是以往用的软体所没有的，就是精细度吧。所以我后来也是 call 我高中同学，就是同社团的同学， call 了还蛮久，就是各种请他教学这样。想推荐你免费的剪辑软体，就不用那么累了。主要是家里电脑也不够强，所以很多时候剪辑到一半，像我用。光是用 PS 就会当当的这样。特写镜头很赞，谢谢。我们原本就想要拍剧情，可是因为那边没有什么太，没有什么太多能做互动的地方，就是我后来还有看到 Mina 的 IG 上面有一张跟我们拍特写的地方极像的，可是后来发现好像不是，我们是在花博拍摄的。那刘富伟，特写真的可以当桌布了，真的吗？然后，后来还有遇到一个问题是，我其实调整了很久，因为就是前面几次上传，我总共上传了4次在官网，在官帐上面，然后
因为前面三次啊，除了有，就是除了有那个有版权的问题，不知道为什么会抓版权。可是其实 Vocaloid 的歌通常都是没有版权的问题，然后上网查也是没有这个问题。然后，嗯，然后那时候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一直在调整，因为原本是做1:1大小的影片，就没想到丢到 IGTV 之后，虽然它是16:9，就是 IGTV 其实正式来说系统是16:9，可是你丢上去之后，其实边会被切掉，不晓得为什么按在 IGTV 播放之后，有可能是手机的问题，然后它的边会被切掉，所以我就只好再把影片缩小再缩小。你们练习舞蹈很久吗？其实没有，我们练习舞蹈是自己回家看影片，然后有揪一天出来练了2小时，就是雕动作，就是每一个动作稍微对一下节拍，然后对一下感觉，然后剩下的就是当天拍的。有些手机比较长，对啊，刚刚帮你换 S 一次就搞定了，不要啦，不用不用。此位应该也会不习惯。我觉得这可能就是 IG 要再去改进的部分吧，因为现在手机 size 真的很不一定。嗯，那个有些软体是可以，嗯，我用的软体也是可以，就是也是可以去改变尺寸的，可是因为原定的16:9会有点太，就是它会被切掉嘛，所以我就是自己手动我去做微调，就是看什么样的画面可以最协调这样。IGTV 不是他们主打，对啊 ，iOS 很多东西不能灌早茶，就是各自有各自不方便的地方啦。Hello， 立伟，怎么慧香没有来？然后立伟先来，还是我刚刚其实是我忘记看到。会香的，对啊，其实我影片是1080p，原本想要用 4K， 可是用 4K 的话会跑很久，有可能就是放到手机里面有可能会显示不了。还在上班哦，会香也在上班哦。孩子，
早点吃完可以整理包包。对啊，我在拼早点吃完，我努力。吃很多了，这是晚餐。你们都不会咬这么久吗？可是不咬这么久，不咬这么久会噎到哎，会给丢啊！你要慢慢的咬啊！你们吃饭都吃很快吗？我是那种吃饭吃超慢的人。就是出去吃饭，人家都就是我同学都会说，啊，你的怎么还没来？这样我们又要全部空碗等你了哎的那种人。我很细嚼慢咽，从小就这样，就是都吃很慢。然后以前我妈都会就是会喂我跟我哥一起吃饭，然后我还有印象哦，就是因为我咬得很慢，然后。就是因为我哥咬的超快嘛，然后我妈就会先喂给他，然后看他嘴巴空了，然后就会看他咬好，然后就会再给他吃一口，然后我就会生气，我就会跟他，我就会觉得这样子我吃的比较少，不公平，我也要吃，我只是吃比较慢，这样超好笑，很在意耶。刚吃完，嘿嘿，大家都刚吃晚餐。阿潘怎么那么可爱？谢谢人豪。阿潘在吃饭。嗨，邦伟。大家晚上好，很久没看到的浓眉耶 ，Hello Blue， 是不是林杰跟思雨关了？怎么那么会猜？因为我很聪明。阿潘今天播到几点？阿潘今天播到，就是准时两个小时下班。老板，我要一份张明刀面油，不给你吃，只有我可以吃。哎，我听了这么久才听出来他在唱这首，哎，糟了。那潘先生怎么怪怪的？因为那个就是，今天比较操劳，所以现在，喉咙是休息状况，就是休息状态，所以讲话会比较轻柔一点。你今天迟到蛮多，我刚洗好澡啊，你们刚看到的我是
刚洗好澡，刚洗好头，刚吹好头发的阿潘呢。香，香喷喷的阿潘现在。我还没抹护发素哎，因为那个我想说睡前再抹护发素，天比较吵了，所以声音才这么温柔。是的，要让喉咙休息一下，这样明天唱歌才可以很大声。Hello， 蛋蛋，潘公公哎，阿潘。我刚刚遇到一个自称英文考 A 但灾难级的英文发音的人，呼，怎么说？灾难级的英文发音也太可怕了吧！搞不好阿潘也是那个灾难级，只是你没有听过。删去。Absolutely 是吗 ？Absolutely 跟什么 ？Accidentally 是吗 ？Accidentally 跟 Absolutely 到底是念 up 还是念 apple 忘记 ？Absolutely 应该是 up 吧 阿潘知道香菜拿铁吗？我不想知道。不玩就睡嘛，不玩就是要做这些事。很准吗？是吗？今天换荣誉假，考虑签字愿意，真的假的？你回去看迷你空，可以看到妈妈都没有来看，都没有来看我耶。还是你其实不是来看我，你是刚好看到拍拍。是在意什么？不行，我要来今天潘烂斗上线，来看演唱，来看 mini concert， 你的眼里就只会有我了。场上只有我，还有我以外的人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太多了。Absolutely。一路拍一起拍一面阵强最强组合，耶、yeah ！吃东西不能讲话，对啊，所以我只好写字。潘烂斗明年又添一句。阿潘今天怎么穿这么多？阿潘只是阿潘睡衣，是要一波？对啊，你穿睡衣然后说潘烂斗，潘烂斗也会穿，牛郎回家也是会穿睡衣睡高高的，知不知道？
你要去看攀爬屋啊，浓眉要来看我耶，还懒得上线。我要先下了，阿凯晚安，明天见。阿凯拜拜。起码他才不会穿着睡衣在撩人，我是他徒弟，徒弟麦达米这个，我现在未成熟，我现在还没 mature 懂吗？原来打瞌睡会缩在看眼皮里面，太好笑了吧。他都先脱下气场，这个蛮好笑的。Hello， 思源。重点是你怎么会知道？还是令狗就是从不没有啦，我开玩笑。哎，大家为什么都说他是从 hostel 点出来的？发新歌剪炮，你好坏哦！Hello， 泽德。有一本毛毛推，今天星星生日，我知道啊，我刚刚唱了三次生日歌给他，前两次是边吃饭边唱的，我在吃饭饭，好吃哎、欸，前面唱歌过了，我今天唱了三次，很有诚意的唱了三次，你弹恭维，不觉得我很会想标题吗？聪明的嘞。十六个文就阿潘，我就十六个文。
无法拒绝，就是犹豫。阿胖特别喜欢吃便当菜吗？我蛮不挑食的哎。现在多瘦，哪有阿胖变胖了？我跟你们说，我变胖，我很诚实，我变胖，我没有变瘦。晚餐我还没吃，会想你下班了，会想。你终于下班了，慧香。我突然想听这个。立伟有来耶，你知道吗，慧香？还在加班，青苹果真的很辛苦。阿胖，你怎么受得了那个空腹感？我就是只能就是吃一点点小零食充饥一下这样。那很吃哦。阿潘喜欢吃的便当菜吗？茄子吧，我蛮喜欢吃茄子的。番茄炒蛋我也很喜欢，青椒我也很喜欢。我现在是逼自己在吃，因为其实我没有饿。不吃的话不健康，明天也没体力。茄子很好吃，你也会想送你的红包。太累都会没食欲，对啊。我咬到一口好辣的洋葱。竟然有60个人在看我吃饭，这样我觉得很不好意思。可是我真的要赶快吃完。剩一点点，我要爬饭了。不可给你们看爬饭。
应该那个门是蛮给你们看，我乖乖出来，我吃得很空，很厉害，我一粒饭粒都没有留。他们吃便当都会吃得很干净。一瞬间觉得脸上油油的，为什么啊？好吃，好吃，吃饱了，好吃。我是在哪里？我看一下。哦，它很多，它很多分店，好好吃哦，真的很好吃。也不知道他们在哪一间买的，好好吃。好吃，这时候吃饱再等下几点睡，马上睡。我这个还没吃完，我该明天再吃。这是我今天跳舞的，就是练习的时候，就是真的很饿，受不了就去吃两口这样。乖宝宝章，哎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真的有乖宝宝章。我们学校就是那个防疫做得很好啊，就是进每一个系馆之前都要，就是都要先量体温，然后就会拿到一个，就会拿到一个何伯伯点点。我拿一下口红，哦，牙好痛哦，我的牙，哎呦，我挤牙痛了啦。补口红。牙还在痛，我多呀。没事，看到你们就不痛了。哎呦，不行，还是痛。可是我在看你们就会痛嘞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点点能兑换饮料不行。我现在有好宝宝点点。可是我只去了两天学校，所以我只有两个点点。然后，哎，喂，你怎么出现了？哎，你很讨厌，你要干嘛啦？有毛病啦！这样吓人的，哦，要疯了，我被蚊子吓跑了，我被一只大蚊子，人在的时候看不闻到，有用啦，那个啦，虫啦，有蚊子，有蚊子，阿芳跟雨露跳舞影片好看，眼神还有爱，谢谢。有蚊子，它很大只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开学巨型动物被迷你动物吓跑，终于等它吃饱了，不可以！我没有要给你吃的意思，走开哦。就是我今年就是我们学校有一堂必修叫游泳课，就是你毕业前一定要修过了才会给你毕业，它就毕业门槛，对。然后我就一直都没有修，然后结果过了，就是现在已经是大四，我已经上次游泳是高三的时候，所以我已经完全忘记怎么游泳，然后对，我忘记了，然后我就去修游泳课，结果你们也知道阿潘就是个非洲人，我什么游泳课什么时段抢不到，然后结果最后只能就是跟朋友换，然后只换到了早八，对，我家到学校两个小时，所以我就是早八的课我六点就要出门，然后就很难过，然后结果就是第一天就迟到了。
然后我后来跑去签十点的，我就问老师说，老师我可不可以就是我可以把系统上的八点的课退掉，然后就是我再人工加签十点的，这样老师可以吗？就是因为是同一个老师，结果老师竟然跟我说就是不用再做那些手续，他跟我说没关系，你就一样挂八点的，然后你十点再来上学就好。谢谢老师，悠悠免休笑你啊。不是，他如果你没有休课的话，你要去考一个学校的游泳检定，可是有50公尺，然后我就是因为我换气很不顺，我以前游泳的时候换气就一直呛到，然后反正就老师人真的很好，超开心，我超开心的，我觉得我可以顺利毕业了耶，我就可以顺利毕业，这关过就过，因为我多益的那个毕业门槛就是我只是一直没有去教。就一直没有去交申请书，就是毕业门槛申请，一直没有去交，然后就是昨天还前天也搞定了，然后好像还有个，我最近还有个东西要弄，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、啊、就是日文的奖学金耶，说好像考过 N3 N2 N1 就是都可以跟学校申请奖学金，超开心的。老师人超好的耶、yeah ，所以我现在一个礼拜只要去3天学校就好。我游泳只能划水10公尺还是毕业，哪那么好？妈妈，我们学校就是游泳很重要。我也有想过要不要学潜水，感觉潜水很好玩，不觉得吗？这么好，我证书借你。3天比上学期还要多？没有啊，上学期也是3天。对，上学期也是3天。我之前都有200，我不行。课有到有下水就好。哦，我们也是几乎就是这样，可是还是有一点小考试，就是要考说你会不会怎么游之类的。哎呀，嘿呀，可爱。ありがとう、ジョンガニさん。ありがとう。然后，我今天都还没画画，我是不是该画画了？去报暑期潜水班，你们优惠超好的。等一下，你是不是知道我什么学校？你不可以说出来。嘘，阿贵嘘，嘴巴闭闭，不可以说出来。剩一个学期了。不要爆我料，虽然我觉得大家都知道，但我相信你们都是乖孩子，不会来吓我。我前几天去学校才被吓到，就是我有一天去学校，然后我那天是有化妆啦，就是因为晚上要上班，然后我就是化妆啊，走在路上，可是也是有戴口罩，然后就有一个，就是学校里面就有一个人，然后就是他，我去买饮料，然后买完之后，然后他就原本是要走向别的地方，就他跟我对上眼之后，他就一直跟着我，然后我想说他跟了一点点，我想说应该只是错觉，然后我就想说。就是我停下来，然后整理一下包包，在路边停下来整理一下包包，然后看他会不会继续跟，或是停下来。然后结果他就继续往前走，然后我就觉得哎没事没事。结果他才走几步路，然后就又回头回来看我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害怕，然后我就继续走我的，然后他又把脚步放慢，然后继续跟在我后面。过几分钟之后他就不见了，是还好啦，可是我觉得很可怕。就是好像有时候会被跟，我就害怕。上次去东区逛街被跟，然后就觉得害怕。还有那时候有妈妈在，大家不要跟成员的哦，我会害怕，我会害怕。你们不要乱跟成员，我怕。我只是想开玩笑说，阿潘现在是高中生，呵呵，我现在是高中生。阿潘話し方がちゃい，嗨。
你买过这里的是神奇黑雕？什么是神奇黑雕？嗨，神奇黑雕！我这里的是有岩班学长，我很熟，不要，不行，我觉得他们一定会知道我是谁。天哪！哎，我说真的，那个，我现在学校里面就是有一些那个研究所的学长，就是第一次聊天之类的，然后他们就会讲说，哦，你就是那个在，哎呦，反正就是他们都知道我是谁，我觉得压力很大。这种人最爱出门踩到500次香蕉皮，咕溜，跟成员到时候被处刑，对呀，不要跟他跑，等等被保全架出去，我同事会把你架出去哦。或是我会用下巴攻击你妹哦，谁在跟踪你？我没让他好看，一直跟着到底是要干嘛躲啊？我就觉得很害怕，到底是怎样？就你就 say 个 hi 是会怎样？连养鱼的阿潘都没听过黑雕，什么没什么？哎，不是啊，哎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神奇黑雕，你好啊，你知道我养过黑雕吗？会被下巴刺伤。あパン可愛いし有名だから仕方ない。有名じゃないよ。有名じゃないよ。直接去女厕躲，可愛いよ。连养鱼的阿盘都没听过黑雕，到底是他原你原本就是黑雕吗？知道就知道，有些事情知道反而比不知道好，好像也是。阿潘会召唤真红眼黑狼拍拍你哦。嗯，米娜遇过跟踪狂，就被雨林带去女厕躲。哎，如果我是走的，我是走的很慢。原来真的养过黑雕，我养过啊，我养了一个学期的黑雕，每天早上下午都喂它吃芦山哦。聊天可以，不过该有距离还是要有。对呀，像我就去，就是去展览，然后有遇到粉丝过。我也去逛展览，然后遇过粉丝，然后我还是会跟他聊天啊。就是我们其实站的也蛮近，可是他就是有他有特别注意说，就不要跟我有肢体接触，然后也不要说就是等我啊怎样，就是我们就是打个招呼啊，然后他想聊聊天，就是我就是会陪他聊个两三句这样。然后像之前在就是很多时候逛街遇到的粉丝也是，就是会陪他聊个几句啊，我觉得没什么啊。可是例如就是你跟我，我觉得很害怕。可爱哟，这么多成员被跟踪过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就是前几天那也有可能是我的错觉，可是我认真觉得就是他是在看我，然后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，然后那时候就有点小害怕。黑雕清蒸比较好吃，还有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看到成员直接跑的人，芝麻西西只会站在原地，然后拿着扇子，然后一直抖。じゃあ僕がアパンのボディーガードになる。強いなみんな。应该是你脸上有颗大痘痘，我没有。之前有看到成员过，但我是闪得远远的，超怕不小心触犯什么规定。我对于顶着我胡子看的人很敏感，嘿嘿嘿。我路上看到国树，我一定一直盯着你看。我明明站在原地面壁，可以。对吧？哎，对吧？现在在场某个人，我们还是有多少可以聊个两句，对吧？虽然阿潘私底下就是脸有点臭啦，就不要太在意。下班了，监狱拿出来，就是你这种人会一直盯着我看，嘻嘻，我会穿在你衣服的，真的吗？别这样，别这样，马月讲不一，你看到我们就好笑了。哎，我真的有看到某个粉丝，但他就是没认出我啊！不是之前讲过吗？我见到你就笑嘻嘻，没事，我今天就是会一直讲这个。
我平常脸也很臭，朋友都以为我在生气，怎么会有这种事呢？不打扰是我的温柔，你可以跟我打招呼啊，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？有点累了，你就辛苦了。没认出这件事，你记好久。天蝎座最喜欢记仇了。我决定握手会的时候来跟那个人讲好了。我握手会，然后跟他讲说，反正那人握手会出现，我就握手会，然后跟他讲说，你为什么在路上没有认出我？不是，我是说阿帕，阿帕累吗？阿帕还好。好奇那个人到底是谁，他自己知道就好。Hello, Gina. 我见到你就笑。巧遇过本没见到阿潘脸臭油房，阿潘不知道我在，就是可爱哟，塞塞可爱哟，多过点。好啦，我觉得我的生活圈很容易遇到人呐、啊，超容易好不好？就是。好羡慕，肯定是边走边滑手机。我就是边滑手机。阿六也有遇到啊，就是我就是边走边滑手机。我那时候在看那只狗，哈哈哈。阿六就是跟我说，他有遇到我，然后问我那天是不是穿那个什么衣服，然后就讲着对呀、啊。我那时候在看那只狗。你真的不玩那次吗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彩彩什么，我什么时候遇到你？那时候在追鬼灭，我在路上，然后看鬼灭。我好像遇过阿盘，真的，我之前也被抱怨过没认出成员，我怀疑只是遇到有胡子的人，遇到喜欢同伴木栅动物，我根本不知道我遇到他。南野秀一，天哪！你们这样子研究所的学长姐知道，代表阿潘素颜不会差太多。谢谢，我真的是就是素颜差不多是这样。没有遇过阿潘，小英做那人不会，懂那种感觉，脸盲的困扰。我也到我台中签唱会的时候在厕所，我知道。我知道你在好不好？我知道你在，嘻嘻，我知道那次，我知道，我超尴尬。我跟你讲，我去过，就是去过很多次活动，然后好几次都在厕所遇到粉丝，就是像那个动漫节的时候，就是动漫节之前那个什么南港那次，然后我们不是有去表演，然后我去上厕所，然后就遇到粉丝，然后就很尴尬，我就边洗手，然后就嗨，然后那个粉丝就是推我的粉丝，然后我就嗨，我很崩溃，真面壁破，我知道是你啊，嘻嘻，等一下我知道啊，你有不知道，我知道。都在厕所相遇，对啊，奇怪，厕所很好遇，也奇怪，好怀念，对啊，西直接出名，我跟门娘西就是我们看到他就很兴奋，成员们就莫名兴奋，西西西，我想说你直接走过去，不是啊，因为就是我觉得不好啊，就是你，我觉得你可能不会想要在你想要上厕所的时候，然后有人跟你打招呼这样。而且还是你的偶像，我想说你就想上厕所，然后如果你的偶像还跟你讲话，不对，我是你的偶像吗？对啊，在厕所说嗨真的很尴尬哎。该不会那天我就不小心在厕所看阿盘，揍死你哦，慧香！那我就会揍死你，我就会呀，有变态。可是你走过去之后，你后面的人都跟我打招呼，真的假的？我想说不要跟你打招呼比较好啊，西西比较期待看那阿杰吧。偶像是不会上厕所，我进去洗手而已啦。我是不是该画画？你们秘书姐姐来呛我，呛你什么？就是叫你不要面壁的意思吗？
厕所就是一个神奇的地方，对啊。跟你阿妈讲这个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很有精神，我很有精神。听这个就会有精神，听这个怎么会没有精神？打个喷嚏说会传染，你们是不是都会传染？你们都在打呵欠吗？现在你打呵欠，我跟着打呵欠，也是刚吃吧？对，对不起嘻嘻，他根本不甩我们，哪里害羞？好凶，笑死！你们没有打呵欠，他有舔中豆粒丸，听这个就不会没有精神了。为什么等下狗都点就烂？你已经名字越来越省略了。我还是想睡，他晚上播到几点？在21分钟。哈哈哈！谢阿丽莎，爱你哦。我现在如果开战力 PK 然后还赢了，就真的是神奇了。怎么会放滑板鞋的主播还会赢呢？我来看一下战力 PK。放摩擦的主播会赢，真是太厉害。一步两步，是不凡，是猛鬼的不凡，猛鬼的不凡，摩擦摩擦，谢谢一本妈妈推唱的，唱的 Love You。蚊子有人，阿芳跟其他人开战，对啊，穿睡衣的主播竟然会赢，怎样？穿睡衣很可爱，你不给过？他有打节拍吗？没有吧？是魔鬼的不凡，是魔鬼的不凡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是怎样？是魔鬼的不凡，是魔鬼的不凡，是魔鬼的不凡，摩擦。摩擦，摩擦。他是不是唱完了？糟了，等一下，我想要跟前伴奏再放一次。我怎么可能是唱这首滑板鞋？对啊，对面有人过来看会超傻眼的。原唱跟你唱的差太多，摩擦摩擦。可是我前面不会唱，我只会唱副歌，要破千才算赢，真的吗？真爱这首，我就觉得很好听啊，怎么样？我要想大大，谢谢泪上的星星茶。我突然想起来 ，Hello 志成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好久没有看到 P9，我记得 P9 出国了，可是好想他，他很久没有出现，也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。你们还记得 P9 吗？对面感觉没有在玩，对啊，对面感觉都不玩，很无聊，为什么他不玩？我就是想要，就是玩滑板鞋，这样很有那个。我的滑板鞋实战实战对实战。这个光滑的地上摩擦。月光下，我看到自己。
看到中间。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是怎样？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。摩擦摩擦，摩擦摩擦。我会唱哎。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是怎样？是魔鬼的步伐，摩擦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。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是怎样？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摩擦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。哎，我超会唱哎，我超会唱，我超强，我已经破皮。你说摩擦到破皮吗？ごめんなさい，我会唱，超强的。期待明天有这首，我的目标就是有一天要表演这首。我开玩笑的，对不起，我还是放这个好了。你们比较喜欢这个，你摩擦到就烧起来了。MC 唱一下，我就突然摩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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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步一步是怎样 ？Amy， 天天的小嘻嘻。要是有人来在旁边，那摩擦应该被打了。嘉义，谢谢黑雕追踪我，我就喜欢黑雕。阿帕 solo 曲选好，你说滑板鞋吗？小嘻嘻。天天一起，天天要风景一，和自穿新衣，适合你。阿芳会查水表会呀、啊，我没事就会查水表。呀哎呀，我什么事都没有做哎、欸，史上最废的大力皮克。呀，谢谢泪跟瑶，还有 CQNK 跟阿亮跟 Marty。耶、yeah ！我来画画，我来画画。上次的前三名，第三名是装水水，装水水要我画什么？嘿，连续对战。但他好像就继续了。Amy， 人家在练核动力纸飞机，什么核动力纸飞机？那是什么？你家二齐生在聊茶水表？是啊，快速来个啪啪娃娃版的，阿啪可以吗？啪啪怎么握啊？啪啪娃娃，幸好你不知道我的账户，大家赶快卖布拉格比斗，啪啪娃娃。你像像拉布拉布那种吗？画这个好。阿潘的刘海是哪边？这首是循环吗？这首是西西主题曲，因为西西在这，我们要对西西好一点。快速来一个阿潘啪啪娃娃。哎。
攀爬爬。阿攀爬爬。哇，是想见你，我的 YouTube 太厉害了。我的 YouTube 真是太厉害了。阿攀爬。爬。我要画夕阳制服。感觉就卖了就会很多人买，不觉得烦啊他。嘿，来了，等一下。感觉可以实体化了。耶，都可爱，我就可爱，我就可爱。妈呀，太传神是吧？我呀，啊嘿嘿嘿。今天可以打个简单石头布，赢了，强，我超强，哎，我偷看，我没有偷看，我没有偷看，跟我家又讲大牌，小，再讲他这牌小波对，还是扯开水波。阿爬开始进入迷茫状态。那么下一位是白圆，白圆好像已经有先跟我讲题目了，可是我忘记了，忘记了，白圆可以再说一次吗？哦，又赢了。谢谢本人摇阿六跟阿基拉跟柴柴，要继续被盖了，真的假的？我不行，我要关起来，我关起来了，我关起来了。创意香菜君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画创意香菜君。没的话我没有，我没有嘞。我其实有点想追你。Sorry.
感觉被我画的比较像枫叶，奇怪。他说本丸今天怎么没有来？本丸嘞？还是本丸没有说话而已？现在很难画，我要认真画了，可恶！真不想那么认真画自己不喜欢的东西。带什么毁灭世界？对啊，这是毁灭世界。前面有一次画绿色枫叶，你们根本就挖坑给我跳啊！你们这些坏蛋。天哪，我感觉很抱歉，不会啦，只是我画的不像啊。就是我会画的不像。因为我不喜欢，所以我不要画得像。不对，要画香菜君的话，怎么可以这么想？哎，我要重画几次。我改成可爱一点的。大家好爱记哦。誰かいるんですか？一边是站在，一边是不要。多吉。可愛いでしょ？でもこっち派ですけど、こっち派ですけど、変な感じに食べちゃうよ。
这样子。可惜还有一个的，就是站出来。可惜还有一个的。希望画什么呢？画完我就要念板，然后 say goodbye。牛排在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喝可乐就是一直咳，一直咳，一直咳。等我一下，好吧。哎呦，我是不是要赶快整理包包？不然我等一下要睡着了。我的包包在哪里？我的包包，包包在哪里？
去的附近会痛是正常的吗？每天太阳穴最好痛，这里一带有满地，一带。可能哦，可能来对呀、啊。记得卸妆才睡觉。好，大家明天爸爸整理好了吗？我们一起来整理包包。爸爸要带化妆包。你公公你公公偏头痛，电蚊子的好钉子。如果经常痛，就是今天痛痛的。爸爸先整理的是化妆品，化妆品也就只是平常会带的东西带，就是带着，然后多带个几样这样。压力过大，想要点液。好，我怕你带着太可爱。对呀、啊，这系列给大家一点小。阿怕累了、疲劳了，就上压力大。还好呀。我没有压力大，我还好。阿怕很强，不会压力大。也记得充完电的电池，赞哦！椅子君在这里变动风呢，然后好多，这个另外放好了。我的化妆包就这样，很大一个，很多。啊，对，哦，现在有分仓库，啊，可是我没有怎么办？我赶快念榜好了，我先念榜好了，再来整理包包，然后我们再来等牛排。音乐好大声，对不起，我小声一点，但我讲话很不清楚的，刚没注意。我来念了吧。先来念吧，今天的第十五名是一北，是一北，谢谢一北。再来第十四名是瑶，谢谢瑶。第十三名是艾罗斯，谢谢艾罗斯。艾罗斯明天会来吗？再来第十二名是哦，对，艾罗斯未来没事，我问蠢话。第十二名是阿贵仔，谢谢阿贵仔。再来第十一名是傅维，谢谢傅维。再来第十名是陈宇，谢谢陈宇。然后第九名是 Happy Love， 哦，你把扇子做好了，可爱，我要抱膝，可爱。然后第八名是 Uibo， 是 Uibo 妈妈推，谢谢 Uibo 妈妈推。第七名是慧香，
第六名是 Martin， 第五名是 Aliu。 为什么 Aliu 的那个大头贴变成茄子了？然后第四名是 Hanna， 谢谢 Hanna。 第三名是筛筛，谢谢筛筛。哦，谢谢林广中的告白气球，是因为我现在在放这个吗？再来，第二名是北人三太，谢谢北人。然后第一名是加水水，耶！我不太会唱告白气球，其实。亲爱的，爱上你，从那天起，甜蜜的很轻易。爱的别任性，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。我很少唱这首，很少唱中文歌，一些那种就是很老的 KTV 通常都不太会有，然后我就是都去很老的 KTV， 然后我买了新的防晒。开心，我不会唱主歌，不要欺负我。我要去拿保养品。明天也不知道前面会不会再彩排，我不知道，我还是带着好了。应该是不会，那算了，那不要带了。保养品我会在家里用。哎，贴就好啊，在整理包包，还是牛排。牛排，如果你想不到，你可以下次再跟我说，没关系。我可以，就是你可以提早，就是再找时间跟我讲，然后就是我可以在直播前就画好，这样下次直播你再来领就好啦。对啊。你先点啊，没关系，再抽空画给你。咦，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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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，咦，我一下没有上次忘记关了，明天不知道有没有彩排。那个先不要，为什么那个先不要？这样也可以。这头是早点休息。好，那我就先下播喽。然后，下次第二圈上面机，糊涂了。筛筛、北王跟立宝，那你们下次要来领奖励哦。仙姑奶奶，大家明天见。明天见，明天是下午1点开场吗？是吗？好像是吧。买到物发要拍给我看哦。明天有家特别，真的会先。
怎么突然点名？这边前三名可以点图，然后下次可以来，就是你可以现在就是下次我直播的时候然后点图，然后我会画来送给你，这样。侧边第一排，哇、哦！赞赞赞！明天我都靠哪里？好像都有哎。明天不管坐哪里，应该都可以看看看。全场巡回一波，三一二的同学，好，我一定看得到你啦！十一二好位置，好前面，又复活了吗？现在变成白板啦、啊，就是西西，你刚看到你，就是刚刚那样子画白板的，因为之前就是后来没有画，是因为就是感觉有点小浪费纸，而且就是我如果画在纸上的话，就会陷入一个各种钻牛角尖、越画越仔细的状况，所以我觉得用白板对我来说也比较好。这样 ，H 是哪里 ？A B C D E F G H I J， 哦，好后面了，来是。我上次本人站在很后面，我也看得到你啊，山顶总统烤肉大王，我在小盒子聚聚你到底。那么我们就明天见，爸爸，我好像就睡觉了。先摘银眼，下播第一件事摘银眼，我现在眼睛痛痛，来不？明天见，招财猫，谢谢你提醒大家，大家注意身体健康，来不？